君的购搜记，沈家行政侯。这个就是搜集个人的特色。我们的搜集人家不少地方才是客户，而王局子屋里还水了一点小逼了。一开窗，外头谁是猴？哎呀，这是钥匙，个声音是清晰口吻，昂的听得清清爽爽。一个火梯子美女起小的一个小肉到身体来骂，洗过了小的睫毛，那接着一开窗一身水，就还骂他的红包怕洗过。开车门是一片大日，离开五十五楼是一顶供应的小杂间，到春天的末日的火开放，迎来了五十五大车娘子，这个地方是大名鼎鼎的火屋。王水是哪不吃的火？你的高些王水一个都应有也是哪成功的呢？跟你想有点小故事。水英的牙是个十四岁上本不错有点小名气，可水英首先跟这个牙合为了代唱，但是风气所谓女人根本不能进世上一程，所以牙能两高的是脑子高上擦油上松绿妈妈唱是俺们很贴补的家用。哎，不晓得遇他了，送礼了，马场眼眼的碰到地痞恶棍欺蒙，亚侬两家的没办法，都自己花钱的，但在隔壁家姓周的人家，这家人家身体相当瘦，连那亚侬两家的腰间扛龙皮革无上灾难，这是从此以后，这个两家人家不然来往。王家五门儿子的最高县令来得个欢喜好收拾，实际上就拿个县令招灾为喜。所以王姓当头，追姓为后，十四岁上不过呢，终归还是逢人压死。实际上他里起个名字是叫王追死。是因为四十七岁，因为上虚名，故则离开人世。这王军很快就接上了班，诸心和你失意梦境三一合当日收入还真高，除了大户党八户各居隔壁买一只三房子，夫妻和睦，你叫师傅样样才买才入心，但是你并不满足，为啥？因为当日涉事女人地位相当低，而且还属于各户各头的气，再加上接三十个女人抬浪涉事，乌七八糟，更加不能人家看不起。为此是讲，王水是居于私心，一成立个女人自家行为组织，叫光裕公社，也想通过公社解决以上各个两个问题，但是四出本水，待何容易啊！孙亚的想丢大吃的人在世上里，必然王水是要干脆被注意势力倾家荡产个皮带噻，结果大。嗓子听他切出口的，为这个人光扑扑嘎些抽的台浪拉死女人，不到后头龙炕盖的中手鼻孔风堆，为到我的地心第二代一夜天还困得着，一夜天刚刚蒙蒙亮。王世英进室来了，自个三岁一日病，像是毛的血菜，所以来了一领带到门跟谁门锁起来，门刚刚拉开，哗啦啦啦啦，那门开外头气势汹汹冲进来一批人，万岁万头个，谁是从你家里向打闹军西带师长的鬼？哦，先用一口血的一出事体，你也先退进来，连忙从台子上想放一放，咱们跟随一力，让你到客堂给你收一些，这是个先用当战后。我当上人，你来跟先生客堂里收吧。上你控制上头三个第二批。为了你是姑娘辰光，跟谁带你同个王爷的？现在将手为妻，但人说嘞，嫁不了子王，君是所以叫为恨在心。此番可知侬，打受罪之父周子清家，打了俺们里向无夸多的，因为十年以上的你家富有了，哎。加上乾隆皇帝行事刚柔，每家人家侪要搞一门女的银子，可不蛮好。谁知啊，这个机会。我要龙登到家仆人王妻里之塞，这样呢王水是关进给了王水英水是我个了。王水是呢外分吃来了，
上头为了困的。这个来告诉你，人资可以干了，他是大气不高的说话，是没好结果不干。顾先生，啊，他有啥干的？不来，一两都不能说。他是十个一两银子，谁是在网上不忠，谁是废寝复命把你家个动刀。本都三天的辰光，第四天我打给他，这副哥哥说话，我水浪想水都一根理的，都一副水靠了。顾先生，你不能这样做，千万不能这样做。这个是也很多，啊，说实话了。王锤子，都听好。现在我罢了，第四日再打给他，银子再不拿出来的时候，你耍客气，只要请来吃故事，手给老了。一问，报是一回，哗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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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罢工，一辈子本金忘给，谢人家。王军是西来，我对个废物听得清清爽爽。现在可告诉，跌打之中本金来，眼里后了眼道里，眼睛脑里糊一糊。啊，非常聪明，谢姨娘，非常绝，非常好。那这个我来听句子。哎，一人勾结生，哪位听得清？谢姨娘，哪哪办法呢？三日天眼睛一扫是也戴过，他第四日天连银子真正干不出的数，也真给来吃不是，哪一天给来？我他谢姨娘，你真哪够你？就是王锤子一个脾气，你平生再再欢喜人说事，你是老再开心的辰光，谁知道台上说事？是不是生活老里向来是马马虎虎，松乎节节，松乎雨里，松乎发怒？有人说你无事不公，有人说你胸襟开阔，那随便那事，你还是那样子。你再再佩服个人，就是把脾精神态。你上上代高些是这精神态度，你不得了，千古奇才。这精神态度杀头的辰光，报复应然是风大雪纷飞，你带头一口，真是口齿一水些事。谁是谁头胜负，反力江山心不对，明日太阳来点哈，嘎嘎乌上乱之人。这个你个胸襟直豁开。那么杀头之日来，听众才懂，有的吃鸡嘴。就是个精神态，三十岁带个拐子，就是啊，杀头痛是一，但是应罪快是一，杀头而是应罪痛快痛快，想不到如此痛快，竟被我无意而得知。哎呀！忘记在别让你自己去问你是呀，你忘记啥子呢？还是干什么的事呀？啊，我昏特子，我才忘记。王在路上胡卡的非是正邪，说实话叫王在路上离过俺不近，再要领我困了啥地方去呢？你临时辰光会说到了邪物了。搿金生态搿个地方有很多地气行为，但王在是在的是呀。一方面佩服你，还也有你，所以你高兴为你杀鸡，为你担心，为你吃眼里，你空浪为是歇息息。谢姨娘，是哈是谁是一件都是光。我王虽是三头半个三拐六毛的，但是我该来你的从来不去登高，难得去十两年还肥完不可。将来是那种吃幽王故事的事，好像身临其境，听的人还更阿有味的。这个哭不出，写不出。我这个时候你回来的路是邪物了。所以谢姨娘，你非要去，你不去你都是要去，你不哭你都是要哄嘛。所以我求你非要上当，保重身体。哎，我是对的呀，不过总归是想办法，如果比阎王找外亲子还安逸呀。银子呢？银子，谢姨娘，嗯，我哭是干吧。这里既然光有公司，隔壁人事不让来身边了，先拿出来提一提，解决解吧。这个人事呢，还不离到你绝无此理。对是对，隔壁人事这样来怕动用人，那还是动用你。但是人事干不成男人，怎么也真给来吃公司？一家之主，男人也真给来，我这个人家为够东西，想得
个个人何止不到心里想送子，虽然吹干气上的天气，我说闷是闷的嘞，好像妈妈是要落雨花，闷得个人气都退不走了。南南北方人，真汉子。这都春秋在这知心的高县李丈夫我要杀去，所以千方百计找出县用来安慰我。
人家是夫妻本是同林呀，大难临时各是非。但是我虽然不是个种人，男人虽然是个穷学士，但是不许干呢，我从心底里发出来个佩服你。既然男人愚昧，我哪可以不顾你，哪可以一嘴劣齿呢？我恨不落那个心上。既然男人有点啥三长两短，可那个王水英他塞鼻子，谢人家。这两句非夫之心里呢还不难过，尽管难过，但是面孔朗声就笑嘻嘻。三姨娘，那不能说出来，跟人家说可惜没一台机，吃点心没一台机，上人听说吃故事还要一台机，你不个中台的，而且你伤害自己。三姨娘，秋娘子莫泪落，莫心安得，身背要有那傲伤去就那风嘿，我一无是两无人，姑父衙门上往来，修平那三根一树上死的，十丈梨花都都开，十余春秋朝阳啊过来，十指望几里过
王玉生到中秀一代众艺人把身翻，光人如何出人才帅，追我无来必叫于大山，他们大闹军心里兵了无暇时代也逼得我家破人亡，在此非怒王追日上来皮西瓜，怒后到林的心不为浪荡，铁锁灯一开手给那一手小一开，娘子啊你们母女双双家中庇护在，这千金恩送得我一生带，带到将来风平浪静再送翻过手带。啊，这样的东山小姐比你更累呢，你个不回房来更猛的。哎。新呀，但不是石岗海路啊，一旦我去以为是你去的海，你三四去避避风的，我到三营留了我的钱，一个女人帮忙的都风雨同我们难，你是啊，哈哈哈哈，谁是女儿不是你，今日一步甚虚美，好谢姨娘，我真的听你话，娘我在东山阳关向我去避他两年风的，石岗一来你都抓不上我人，都不上我谁，我贵妇是暴跳时来，可这样来为是你的大美，为是我大美。不过小姨娘，我这次有，你自己要放心。啊，我是否？See
一切刚刚准备定当，但是我听见板门声音，心里像登陆的紧张似的。王水也想去开门，别听到你了。少宁啊，是我，给我，给我，已经来了，我连烟水都来不及了。宁呀，可是今天都来做哪个人做啊？不会。海期三天，今朝第一日。哎呀，搿种人从来不讲道理的，一年不就得回讲姓勇来话？姓杨，你少往西搬一搬好伐？啊，搿搬到啥地方去呢？开出窗好，开出门又高五步去。王水英动作相当快，椅子搬动，啪往上地下一跺。姓杨，你搬到上地下去伐？啊，搿搬到上地下，我为难说大丈夫啊！哎呀，为死我们这做一做显然负责呀！上位发了一些，也是侬男人配进去。王叔嘛，快点开门呀！我跟王先生有点事体呀。哎，三姨娘，放心，开门，不是张罗。你哪晓得？非但不张罗，说不定会有事体来求我。你老说碰我在，还是去赌吧。哈哈哈！娘子，只顾开门，上他这。来，后来呀，我觉得是俺两位去协商，结识了，我就去拜访你们孩子问。来，多平开门，不是地方信誉我来啊！去去开门。王水开背上什么的，我了身上衣裳也一着了，身经万种，你如一副十四岁上怕的。可怜个种样子，是我生于人中。当然是因俺现在自家男人的脾气，这说一不你，说天不你，说二不说二你，心口吃口的，志气不开你。再说是俺两个人不得上子下去，也不去吃龙的，好比多此一举呢。怎么走走进进过来开门？干嘛是王水是吃正不是咋的？吃正，并杀三弟。第一弟海菊三弟，今朝第一日了。第一日，你听见外头汪啷一声王师母叫得叫热络，送来分听几个。而且听那个语气相当急迫，说明有事体要求见我。那么第三，你看人家大家对付过自家开后门，俺们开始不服他们，何必拿自家弄得狼狈不堪？现在大门跟谁？门锁起来，门夹得儿。外头来个狗头子狗友，到时候后头会打上四个衙门里向的当差。大道里向看见王水英要进山上一步。哎呦，王师傅啊！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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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一进街了，就是那个叫好杀人带路水银，其实不过在想下去，人为的单腿两步，面孔喷上了红出来，都已经神的。葛先生，王师傅，你不是说，海菊三天，该说三年了，今天是有第一日了，你哪里进来的？我是俺不能讲他是啥个人子了，非要我为你弄错了。呀，王先生呢？
生了女娃身上，可上千方送分女个吧，为啥今天是俺客气你莫名其妙哥哥王西山了李向东脑筋我的少年是个富士山忘了忘了我有个事业是在极高之类的极高可以用飞而必的低声下气王西山嗯是什么了少年王西山哦我当少年牛来给各队叫的射箭，射箭！上来就出那个难度啊！总之，高虎家头顶顶飞的人搞在俺胸口，顶上了泰山里山山，而且今朝努力的身高，到阵子的鬼说你更加难听。王先生，你这个胸口嘛也难听啊！再说那个胡老子不做家头人。哦，对对对，那一件永生支付俺们都对啊！再讲那个家头听起来么干干净，我们接起来辅导生。哎。我真搞定啊！噶是老特，将来够对。那话难听着哇，根本只能把真叫心来心得出卡，乃至还这样为底。哎，对对，虚复返，猴子刺剑，我望尽喜而恭听。他说那望然的真音之用，哗啦水不水光。今朝得来向王先生拜礼。当我拜一下那是三姨娘哎万一你这个房子是在啥方向啊山东吧啊不不山西你好多的是山东呀西天吃草呀一个房子还不止方向这个句我们不个上死气西天哪会得吃草呀呢这西天不吃草呀嘛给你的还想你写出是百里的亲哦那么方式龙天上能一个句我啥意思得求松分女工来想了再让那个人光把以前碰遇上两人再让松松就很不得我女人臭气的种样子以前一飞上台是敢写是是是敢开始就这么一点事给先生哎给的王先生奶奶百里那些百上个里我不在先哦啊是不应该比较女人子不应该男啥子不应该弄我过世的我王先生猜的啊对了不对对对对哎王先生你哪会晓得我的心思个家我吧嗯我不是个三十几岁的人说叫三十女人受过气色差一故事寂寞闭塞哦我非得写得那白里我不写得那一死的全欧啊我说你哪写得个家一三十女人呀哦那刚刚打进来我的口吃那个阴道老喝吃那个你妈妈也出卖的哥哥那么那次刚看见那个冰胶浪像一些功夫间包子还都跟我写得那心里急得不得了了你自个听听那个女婿低声下气，他刚刚破绽而人，我对写的那一事体惊愕。这个名堂谁家受过气色，差一股是寂寞闭塞。我嗯，不离个别尊重于高高，终于真的是我光跟你睡着不错。这个我是有事体要处理，非说我难肯讲，我不愿意讲的，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体呀。可是家在他为一个真该不低头呀王先生哎那真了不起呀我拜我呢神机妙术神智昏昏离不明闹事啊闹得不给应
心。好，先生，这事情千万别放在心上想啊！对对对，你说对一点也不错。啊是。我虽是白过三关六马队，我也见过世面，但是我不是在想，我肚皮里也搀扶了手。不过这不山中山蹦蹦跳跳地方吗？但还是有该。哥哥，是不是有害我呢？经过说，不必顾虑。等明天下午去火车看。到了平常就叫老子抱条水吹条生意。今朝没说法，我也好憋了呀。对对对，那王先生的气量是比海威要大。哎，对对，上快点，还是喊我们干银子。好吧，管账事体好商量，好商量。那么干不出银子，账我们吃官司。不不，这个是金玉之言。哦，那么当礼放对吧？当礼放屁，当礼放屁。那么当地为了事，那当我送之后干。好起来，咱身份为人物。王先生，只为你十世本领风霜地非免的小家是真听得人杀了你如想听狗儿日龙凤相遇得你没想清恩真所谓神经没得机会此刻在阴天上雨狗儿是想要洗你的擦拉丁但是啥今朝把你来亲爱的擦拉丁是时期呀、啊、哦少年亲我是时侯知府，这个侯知府还是谁人之名？对对对，一点不错。侯知府之谁？说你是让你个不妨听靠之名。我先生，你哪会晓得个讲？我非得晓得，我会晓得个不妨听靠是大禹来那个人。对对对，大禹来那个人啊，并读侯知府都道道道的都了。大多人比你先，先先先的。我老早晓得。哦，你倒像新人哇！那么实际上说起来，王水是有特异功能，我倒并非啊。实际上，你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所以给我大自然大脑上这个不妨听靠怕哦大漠啥要听书你不让他说该当何罪哥哥你们奇葩他们可以知道那么再是是个我个不妨听靠身大不比知府的啊知府当然请大位啊你要困逼个对来呢来这给我兵长带你啊侯分凶官今早一飞上台嗯不于身高您二里意味着什么苍浪顶像今早你人老子祷告也进去比当上猫上骗子猫上还进去鱼来这青少人光不得了可是一品大有两有老百姓叫得差不行可不妨听说能够叫苍浪顶叫堂位口相而是身高不得了来再喝今在跟出来几个当差身浪才是副队阿门出来的佛事是名搜罪副队还来为个不妨听说马名为为了压力根本是名一个身高哈哈就比副队要高了根本往这哪切证谁是说你是让你个不妨听说来这档为你因为委于绝物往这人记来了你不让他说我偏要他说那是俺什么按照往这人设得太神逼你记得分利于他空用冷切胎的方法我听得来刻得来个情况细细带带一分析当然正巧见人马上就出来但是给我个家伙过大奇怪啊我的王锤子老子需要得个外国人的地势所以在带我这个兄弟
哎呦，不是不灵，你这次要失去这个机会，上上我个枪，可是我要变成个名副其实的干头，那么裤裆里才要干脱了。趁此机会，各位小姐，对，这务工作做，扩充乌拉张面孔。王先生，嗯，想就那桩事体。哦，啥个事体？搿事体晓得没法度，说些没法说。就是等下来到职场上头去实施当地搿个规矩呢。嗯。那其他事体别管，那规矩实施还无法度，这无事调出出来水吧。那只要能够做到搿一点，我心里想有什么？那各位啊，只春风有何意？今日家我总该朝下谋作，报应呢，多福多瑞，多子多孙。哦，那只。莫非今日当今皇上命我去实施？那么给我喊来的，但是皇上，这回去皇上到苏州一听是我，根本不可能会得晓得。但是苏州知府当我是亲家，暗地里向发令子给了我，知道你唱中我了。说你啊，你想施让你可不可以跪看谁是当今王上那老师啊，你打发来的，因为呼吸听诗孙金者的你跪着你苍狼的语气在唱，金者呢去请你随便他不能够得罪你，非着王姬门这戳戳别家，我当你两高的谁要无这个，所以我随便他不够得罪你，我是我的不理解才是这样。我先生，对对对，一点不错，一点不错，可会怪人谁是当今皇上？当时听是那个事，开心得不得了，外州去吃饭呀，吃不落，各下困不着，一门心思只想听诗。是今朝特地会着苍狼的羽翼在穿起呀。不过王先生，你哪会都晓得皇上底下驾临收听的讲？我本来不该遇到谁，本来有的金温落魄的样子，并个不妨听众施展那种至高无上气度。总之，凭我一双眼睛，两张耳朵呢。阿东东东东，那王先生真是十时个奇才呀！哎，不过请那东西啊，多多帮我，多多帮忙。哟，那位皇上分十分严重吗？不够分。个玉堂人子睡得泥巴两人子一个人，我见之陛下一定会呢庆功。哎呀，我是皇上，给你的侯知府为呢十分热烈，一来百姓各自身体上百个人子，那底下做小玉堂一定是黄金铺路，把我相比飞彩开花，那个功劳不小。可可，我有本领。现在今朝王翠子到自家府外守把狗戏，葛么代理妈妈王翠子啊，那个神风风擦得特足，还我里暗中打暗，不得应对不得。王先生，嗯，我晓得你这个是神情开心，累累不为人啊，是的。但是海我刚出来，皇上到苏州，只不过不想纪念谁呀，把个我的呢，我也想起我去了。啥个意思？为什王继追那是女人让我睡战之中？王先生，所以我去呢，还是偏讲，实质我侯知府呢，大家在不稳当的。哦，实质你大家在不稳当，不稳当的，根本说不得个，说不得个。哈，正义不是，其实这个都是要王先生了。没，那哈。那么王上一家送进去，你还能够娘哦？他三位稳当的。不对，可是今天带来王先生平时刮目相看。真的？对。哈，为了有个见证，啊，托你给这个儿子不稳当的当时，给名字，嗯，给稳当的当时，给名字还好听的。哎，听，比那牛来名字长得不叫好。说明牛来也好听啊，特别那个名字，当你到知府的那个名字里了一代，就是刚你好听。那我问你怎么到知府里去了了？听讲，知府嘛姓侯，对面个群侯群，来姓狗，对面个当狗当，里去了嘛侯群狗当哈，对，侯群狗当。兄中多年来之友，虽然个四个字当中一头勾人，显得几乎痛快。三爷爷，哎，我上面前去代唱，搿么我呢？你们来回去，一来去啊。黑大先生，哪里啊？他那三爷当我等些老客，门前领路。你说法，晓得？搿么王师母、王先生，请请请。